放食旅专门做海味料理，还有一些小旅行的活动。然后楼下左边55号是做进出口食材的，然后右手边的爱慕呢，他们是在做一些艺术品、好木制品的这个设计规划这样子。好，那大概先从单位进驻来说明，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空间，是民国42年的时候的一个老房子。那在42年之前日据时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它叫做浪花，它不是现在的建筑物，但是它是在卖荞麦面的。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共同空间叫做浪花共同工作工作室。对，那主要我们会选在这边，也是觉得它离海港很近，刚好都发局有个老屋的计划在这个地方。那我先介绍我这个空间哈。我自己本身是用独木舟跟帆船环岛过，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进入一个船舱，对，模拟一个船舱的概念啊。刚才大家从巷口走上来的时候，它就像船舱一样小小条的，然后上来之后就是有各个的水手房。那水手房的配置来讲呢，大家的右手边这边是个人工作室，然后就是有一次有艺术家进驻。那左手边这边有就是料理，自己做料理，就是你可以自己带食材来这个空间来做菜。那我们有出租厨房，然后也有包厢，还有手磨咖啡的空间。那大家现在站的位置就是我们吃海味的地方，或是我们在做活动的地方。对，那你们脚踩的这个瓷砖呢，是原本这个属于老房子里面唯一仅存的这个特色哈，就是非常闺女，哎，这个非常漂亮的，对，民国42年到现在。那木框呢，基本上都因为以前白蚁住过，所以在去年冬整个都翻修过，所以你看到的基本上都已经水泥粉光过，然后就只有这个现在踩的这个太鲁才是原本旧的一个历史。那大家头顶上的这艘是我在收集到的一艘船哈，这艘是1932年的旧金山游轮拆下来的船。那主要是因为高雄港有拆船的历史，所以呢，这艘船主要就是希望大家知道高雄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时代。那我们就把这个古董船放在这边作为镇店之宝这样子。那爬上去的话，爬上这艘船也是希望说能够爬这个楼梯，代表着你可以有40-50万的收入。这个是临港饮水人员的就是选题，主要就是商船他们要进港之前需要我们的饮水人员让他们停泊到他们要停靠的位置，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这个机子来作为辅助。那我也用这样的一个周边的五金行的这些船舶设备来当做设计的概念来去做这个东西设计的规划。那接下来文化局来这边的时候，这个长廊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文化走道，会根据关于海港的故事，关于海港的历史都会在这边来发生。对，然后大家可以走走看看，哎呀，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是我在后面也可以跟我讨论这样子。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啊，高雄啊，对啊，我是高雄小港长大的，对啊，所以都是蛙海啦，哎呀，对啊，所以自己非常喜欢大海这样子。对，然后也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梦想海洋》的纪录片，这样主要是就是记录我们用独木舟环岛，还手造一艘船要去日本的故事这样子。在 YouTube 真的有去日本吗？我们后来今年已经有去了，但我没有时间去。但是那一年拍摄的时候，对，没有，我们那时候是手造帆船。对，你可以搜寻梦想海洋，然后里面就有一首徐一凡的歌，然后大家就有介绍我们的故事，啊，大家在里面也会看到我的样子这样子。所以说这一个地方就是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可以发展我一些想要做食旅的空间啊，就是不单只是吃东西，而是可以去菜市场买一些菜回来到这个空间，然后来做料理。目前有人使用过吗？有，当然。那是在地的还是外来？外来的，对。那不是一般，他不是什么情况下是吗？一般比方说我跟图书总图合作，是带着孩子们去市场买完鱼货之后，让他们去找书，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剥虾壳，这一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团体的，当然就是有一些团体。那如果说用这个空间来讲，有些情侣他们就是要自己做菜，他们就会自己在这个空间来料理。那大概都是高雄的，不是本地的，本地哈马西的老师量比较少。
所以如果情人节做了要做巧克力，也可以啊，没有问题。男朋友煮菜给女朋友吃。对啊，男朋友煮菜给女朋友吃，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女朋友就坐在那边看他四个小时，我真希望他看久一点。没有。那租金怎么算？租金一个小时四吧。对。1933年的油门的名字有吗？有，叫做 SSK Line。对。哦 ，SSK Line。对，他在民国64年在高雄被解体。对，那这是什么？这个是救生艇，它原本不是这个颜色，它是漆绿色的。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纸纤维，它不是木纤维，它是基础的底座是龙骨是木架，但是包它外面的那一层是纸纤维。对，早期是用纸纤维，所以它其实不大耐水耐晒。所以再介绍一下需要做救生艇。可以做救生艇，对，因为它是单很重，对。因为过往的救生艇有很多种规格的样式，那它其实比较像是独木舟，比较像是说机动型的，比方说 ，OK， 前面有一些小船，它就是吊这一艘小艇下去这样子。因为以前没有船外机这么机动啊，对，不是说没有，因为那时候船外机都比较大台，所以都是比较大，那这个是手划的船这样子，对。我忘记是从哪边到哪边，这个历史还需要查一下。那个区域。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概4万吨级的，不大，4万吨级其实跟现在比起来，对，绿洲号就已经是21万吨，对啊，现在世界最大就是21万吨的绿洲号，躺下来比85大楼还要再长一点，对。好，那大概这个空间就是这样子，我还要备餐，我就先去准备食材这样。你们是几点开到？我们是上午11点开到下午3点，下午5点开到晚上8点。那我们刚好导演是3点到5点，不影响到用餐。哦 ，OK， 可以啊。那老师你们休息的时候。好，对啊。如果有时间，你先跟我讲要啦，因为有时候我中间会备餐，会去外面买东西。就是啊，6日啊，6日你不跑去吗？不会，不会吧？6日都有工作。对啊。要是六日在六日也是这样。